找毛毛。啊，它变蝴蝶了，你 有看到？有，我看到黄色那一只。对，这只就是毛毛，它在等你，你知道吗？它等你，它等你过来找它，它变成蝴蝶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你跟它 hello， 毛毛。妈妈 hello。下来跟它讲话一下好了。妈妈真的它是毛毛吗？对，它是毛毛，没错，它就是毛毛，不然它怎么会在这里跟你一起玩？它在等你啊，知道吗？真的耶。你看他在等你啊，他知道说你不是怕他，你不是怕他，你会认不出他吗？所以他在这里等你啊，等你来的时候他就飞给你看，知道吗？他谢谢你保护他，你看他又去跳舞给你看了。哎呀，他飞来飞去是不是很开心？他在采花蜜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两只哎。怎么了？比较浅的那一只是毛毛，比较深的那一只黄色是他的好朋友。你看，他们都在你头上跳舞，哎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你看他们在那里跳舞，有没有看到？毛毛，请在你前面，在前面的，有看到吗？他怎么是围着我？因为你是他的好朋友啊，知不知道？对啊，你是他好朋友啊，所以他在你的前面跳舞给你看。哇，又有一只过来跳舞了。你看毛毛好多朋友都过来跳舞给你看了，有看到吗？